第六章介绍的是工 work， 那当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外力的合力，它是位置的函数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用工的这个观念呢来解决一些问题啊。也就是说，像工里头这个 F 啊 ，dot ds， 那因此这个 F 呢，一定要是 s 的函数，那么这个积分才积得出来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力呢是位移的函数，是位置的函数啊，位置的函数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看下一章哈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介绍功与动能的理论。功与动能的理论，一个点 M 在某一瞬间呢，它的速度是 V。 好，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的质点，它在某一瞬间它的瞬时速度是 V。 那么我们就定义一种量，就是质量乘上速度的平方被二分之一来除，这个量我们称它叫做动能啊 ，kinetic energy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哈，这个 E-K 呢，它是质量乘速度的平方。那么我们可以从它，就说这个，当然你可以有导出的一个单位啊，但是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量啊。它的单位就叫做焦耳啊，动能就能动能的单位叫做焦耳。 OK， 那你可以用导出单位哈，这个是质量公斤，这个是 meter per second 平方哈，那么这个导出单位，但是这个单位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焦耳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个时点，它在这个弯曲的路径上面，弯曲的路径上面啊，在这里走，它在这个路径上的任何一个位置啊，它的 force net force 合力啊，它的合力呢不是定值啊，随着位置而变的啊。那么当它从 A 点，在 A 点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切线的速度叫 VA，到达 B 点的时候有一个切线的速度叫做 VB 啊。那么它从 A 点到 B 点它总共做了多少功呢啊，这从 A 点到 B 点总共做多少功呢？好，这个功呢我们就可以用 net force dot ds 积分，从 A 积到 B。 好， net force dot ds 那么就等于 net force乘上 ds， 乘上这个角度的 cos 的余弦函数啊。好，那么 net force 乘上这个角度的余弦函数就等于 net force 在 ds 方向上的合力，就是这个，所以 fs 是等于 net force 在 ds 方向上的分力啊。好，那么现在要积分，我们要积这个积分啊。那么 fs 呢一定要是 s 的函数才可以啊。好，那么 fs 原来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原来是 mas 啊， mas 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力啊它是等于 ma 了，这个 a，这个其实是 T 了，我写错了哈。这个 S 是 T， 就是 A 的 tangential component， A 的 tangential component 啊，这个 S 改成 T， OK， 改成 T。 好，那么我们又可以把这个 A T 啊这个 A 因为它是因为速度是位置的函数，所以我们按照运动学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 A 呢
可以写成 V 乘上 dV over dS、啊、V 乘上 dV over dS。 那我们把这个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、啊、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。好，那么 这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dS 跟这个 dS 消掉、啊、其实在微积分里都不是这个意思了、啊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暂时可以看成这个消掉就变成 VDV， 积分以后呢是二分之一 V 平方，把上下限带进去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什么 ？B 点的指点在 B 点的动能，这个是指点在 A 点的动能，所以这个就是 EKB 啊，减掉 EKA， 那么就等于这两个动能的差。这个 delta 我们以前说过就是等于改变的意思哈、啊，就是后来的动能减掉起初的动能。好，这个意思、这个式子各位一定要记住它的物理意义。它是说合力对物体做的总功啊，因为这个是 net force， 所以它是总功啊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物体动能的改变。啊，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咯，对合力对物体做的功，或者说每一个外力对这个物体做的功的总和，它最后的效用是什么呢？最后的效果就是使得这个物体的动能改变啊，动能改变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重写一遍啊， total work 就是合力所做的功，也叫总功，等于动能的改变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功跟能呢、啊、相等，那么就是说功原来是什么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啊，功呢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所以功跟能呢可以互换的啊，可以互换啊，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。那么我们以前讲过功的单位都是用牛顿米啊 ,Newton meter。那么我们刚刚介绍动能的单位呢是焦耳啊，焦耳。那么动能呢，那所以这个功就等于是它就等于能量嘛，所以如果这边是一啊，一个 Newton meter 就等于啊，一个焦耳啊，就等于动能的改变是等于一个焦耳，所以一个 Newton meter 呢就是一个焦耳哈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式子，总功是等于物体动能的改变啊。如果这个物体啊，它的速度越来越大的话，就说这一项比这一项大。后来的速度比起初的速度大，那这个时候它做功啊就是正功，因为这一项减到这个是正的，是正功，那么那个合力做的功呢就是正功啊。反过来呢，如果物体在 B 处的速度比 A 处，就是后来的速度比起初的速度要小的话，那么这个改变就是负值，负值就表示啊你合力做的功呢是等于负功。我们上次讲过啊，合力对物体做功如果是正功的话，那么也可以说成这个物体对施力的物体啊，这个就是你刚刚推这个物体啊，它就等于你施力对这个施力的物体做的功，做的是负功啊，做的负功 OK。 所以说功可以变成能，可以转变成为能，能量也可以转变成为功啊。比如说你推一部汽车，汽车停在旁边，停在路面，没有刹车，你可以推动它，越推它越快，越推越快，那就是你做的功啊变成动能的改变。但是如果这部车子已经推动了，它在跑了，然后它撞到一个物体的时候啊，
那它的速度就变慢了，对不对？速度变慢，速度变慢就表示它动能消失，它动能减少了，减少的动能哪里去了呢？就是对它撞的那个物体做功啊。所以功和能可以互换。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式子，刚刚那个式子来用一个简单的例题啊来做一做看。如果有个质量是十公斤的物体，它起初的速率呢是每秒四公尺啊，那经外力对它做功，做了多少功呢？总共做了500个牛顿米的功，那么它的末数变成多少？功的我们就要用啊，总功对这个物体做功，效果就是改变这个物体的动能啊，我们就有这个式子啊，你要知道这个意思，就总功作用在物体上，改变这个物体的动能，这个 F 代表 final 后来的速度， I 是代表 initial 起初的速度啊，啊，这两个画一画就变成这样子。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求 VF， 所以我们把这个颠倒一下啊 ，VF square 等于这个量啊，那么我们开个平方就等于就是 VF 等于 10.8 meter per second， 当然这个很简单了，这个就是告诉各位，你以后解这个问题啊，它是告诉它要你求什么末数，求末数。好，那么末数啊，我们你可以先思考，我学过什么东西是求速度的？如果这个速度啊，当然我们有 ds 哦 ，dx over dt 是速度。不过这里有个末数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有个初数了。那这个就是用运动学，好像用运动学可以解。运动学要解的话呢，啊，末数你不知道，就是后来的不知道。起初的速度你就算你知道，起初的速度知道，加速度你知不知道呢？啊，这个时候加速度啊，它没有直接告诉你，它只告诉你说它是十公斤啊，然后它的功是这么多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不好求哈，因为它也没有告诉你力量是多大，对不对？你不好由这个牛顿力学求它的加速度。如果加速度可以由牛顿力学来求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运动学求这个啊。现在不过他告诉你的是外力对他做的总功，那我们就想到功能定律啊。以后就要记得功能定律可以求速度，可以求速度啊。所以速度现在有什么方法呢？ dx over dt 是一个方法啊。你知道加速度可以求速度，那这就是运动学的方法。然后第三个功能定律啊，总功等于动能的改变啊，可以求速度啊，记住这个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功率。功率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？比如说我们一个机器都会做功啊，机器都会做功啊。比如说我们拿摩托车来讲，你骑着 50cc 的摩托车，它的功率我们不晓得它是定多少功率哈。那么它可以从这里跑到台北没有问题哈。那 125cc 的摩托车也可以从这里跑到台北啊，这是哪一个卖的贵啊？哪一个贵啊？越重的越贵，对不对？ 125cc 的贵，为什么比较贵啊？为什么比较贵啊？因为你如果是 125cc 的摩托车，你从高雄骑到台北，我们假定好了啊，假定8个小时，那你这个 50cc 的骑到台北啊，可能要18个小时，这是随便假设的啊。那你的时间就要拖得好长啊，就拖得好长啊。比如说你现在一个问题我出下来，有的同学啊一个钟头就把它做掉了，有的同学3天才做完啊。
那你说哪一个都做完了，都做完，你说哪一个比较就是哪一个能力比较强啊，当然是做得越快的那个了啊。所以功率就是代表你一部机器除了会做工之外，它做工的啊时间是多少，就是单位时间能够做多少工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它所做的工，这个是所花的时间啊。那么工被时间来除就叫做功率，这个叫平均功率，在 delta t 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平均功率啊。它的单位呢是用瓦特啊，瓦特 OK 啊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 take limit， 这是应该 delta t 啊， delta t approaches zero，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 dw over dt， 那这个就是它的瞬时功率啊，瞬间功率。那么功率越大的就表示说它同样一秒钟它做的功越大啊，那就比较值钱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将来你成为一个公司的大老板，你要请一个人来替你做事，比如说你是董事长，请一个厂长，两个人来应征，都给他一个问题一模一样的，你们回去做了以后再交给我，有一个今天给他，明天就来交卷100分啊，另外有一个一年以后才交卷也是100分，那你要用哪一个？你要用哪一个？那用那个一天就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效率比较高嘛，你不会用那个一年以后的。所以这个这叫功率，功率的单位叫瓦特。其实这个是什么 joule per second，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瓦特啊，一个瓦特等于一个 joule per second。如果是英制单位的话，功呢它是 foot pound， 时间用秒，那 foot pound 我们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马力 horsepower， 那一个 horsepower 是550个 foot pound per second 啊，这是功率 OK。 好，那么瓦特跟马力之间的换算，一瓦特是等于 0.738 个马力，一马力是等于746个瓦特啊，这个换算的这个数字啊也要稍微记一下哈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，这是一个电梯，电梯里头坐了一群人啊，20个乘客，这个大概百货公司的这个电梯哈。好，电梯呢，空的电梯重是5160个牛顿，20位乘客，每一位是710个牛顿。它现在这电梯呢，从25楼下降到地面啊，就下降了25层楼，总共历时呢18秒，每一层楼的高度大概是，就说是3.5公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马达供应电梯的平均功率是多少？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就先假设这个电梯啊，它行进的时候以等速行进，嘿。那么我们又假设这个电梯，它的壳子跟这个人总共加起来的重量叫做 W 啊，那这个就是这个系统，我们选择这个电梯整个系统啊，包括壳子跟人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力啊，它的外力 W， 然后缆绳拉这个电梯的力是 F。 你看我们到现在啊都还在用画力图，对不对？所以力图非常非常重要哈，非常非常重要哈。我们把这个画出来以后啊，我们是假定电梯呢以等速前进啊，等速前进啊，因为它
他没有说到二十五层楼就停止，没有，他只是说他下降到地面哈、啊，下降到地面。我们假定他就等速下降到地面啊，那么因为是等速啊，所以是平衡问题啊。平衡问题的话，它的合力等于零啊，这是向量式啊。好，那么所以 F 就等于负 W， 这是向量哦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把这个值带进去 ，F 空的是这么多，空的是这么多哈、啊。其实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负的，对不对？往下的力量。好，二十位乘客每一个重710牛顿乘二十也是往下，可是外面有个负号，负负得正，啊，方向是 y 的方向，所以总共的 F 是这么多。好，有了 F 以后，你就可以求什么？你就看它的 S， 它的 S 就是位移，它下了25层楼这么高，每一层楼是3.5公尺，所以总共是这么多。那么位移呢，它是负的，因为它是往下哈，所以位移是这个。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啊，平均功率是等于 W over T， 这是总共的 W 了啊，就是它的功了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是总共花的时间。好，那么 W 我们用 F dot S， 这等于 F dot S AT 来除。好，那么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负的94111个瓦特啊，瓦特嘿。好，那么这个瓦特啊，这个 F 是什么呢？是马达拉经过缆绳拉电梯的力量，拉电梯的力量，所以这个是这个马达拉电梯的这个功率啊，它是负的，所以马达供应的功率呢，就是它是供应出来的功率了哈、啊，就是就是我们化成 K 就是1000的意思哈、啊，我们这个乘上1000。就变成 kW， 然后这里啊、点就进到这里来，94.111个 kW， 那也就是说这是马达啊对外供应的功率是等于这么多。马达对外做功是不是它的功要对外供应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再看功率跟速度的关系。功率我们可以用这个表示啊，那么 W 等于 F dot DS 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啊 DS 跟 DT 和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变成 V， 所以变成 F dot V， 所以功率呢可以写成这个，也可以写成 F dot V 啊，也可以写成 F 跟 V 的内积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。一架喷射机它以每秒300公尺的速度飞行，推力呢是它引擎的推力是15000牛顿，这个时候飞机的功率是多少啊？那么 P 那就是它推力啊 dot 这个速度，这个物体的速就是它推这个物体啊的力量，然后这个物体呢以这个飞机以每秒300公尺的速度在跑，那这两个方向一致啊，所以就变成 F 乘 V，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，最后会得到啊，最后会得到这个，我们一想想看好了，这个是4.5个百万瓦特啊，百万瓦特，那你这个百万写成 M，Mach 就是10的6次方的意思啊，那它就4.5个 Mach 瓦特，然后我们再把瓦特化成功率，如果要用英制单位的马力来表示，那你要除上一个这个啊，因为每一个马力等于746个瓦特了啊，那它的
这一架飞机的马力就是6032匹马力啊。你看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，你的摩托车的马力是多少你知道吗？大概几匹马力而已啊，一匹或者两匹马力。喷射机6032瓦特，你就知道它这个啊功率是多大。好，要知道功率啊，是这部机器它每一秒可以做多少功，这个叫它的功率。但是你用了电以后啊，电力公司要来收钱啊，因为它供应你能量，对不对？供应你能量啊，你一秒钟做多少功它不管你，我反正是看电表，你总共用了我多少的功，我就收你多少钱。所以它是用功的量来收钱的。所以电力公司有没有叫你去登记说你家有电冰箱是多少功率啊，热水器多少功率啊，冷气机多少功率啊，有没有按照这个来收钱啊？没有，他不管你，反正电表指示的多少度啊，就是多少能量，他就是收多少钱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利用功率呢，功率瓦特啊，我们来定一个功的单位啊，功的单位，比如说千瓦小时 kilowatt hour 啊，千瓦小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这个机器啊，它的功率是一瓦特，它连续做工1000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叫做千瓦小时。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头啊，电力公司给你算电你多少度啊，多少度啊，这就是多少度啊。一瓦特的机器连续做工1000个小时所消耗的功就是一度 OK 啊。或者是说我有一部机器是1000个瓦特，那它连续啊做1小时所消耗的功也叫做1000瓦小时啊。所以啊，这是1000个瓦特，然后这是1小时，我们化成秒啊，就是这么化，这是化成分再化成秒，它等于3.6个 megajoule 啊，它的功啊就等于3.6个 megajoule。 那这个就是啊，你一度你用一度的电，就等于电力公司替你做这么多功，你要付多少钱。那么我们对这个功率啊可能要有一些概念啊。我们现在的电不晓得一度多少钱，我都没有去注意它。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啊，一度电大概1块钱啊，1块钱很便宜啊。那我们看书的这个念书用的这个台灯呢，大概是10瓦特。一瓦特用1000小时是一度，那么10瓦特要用多少小时啊？多少小时啊？100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个台灯啊，你用100个小时才1度，1度1块钱，哇，很便宜哈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用那种白炽灯呢、啊？白炽灯是以前都是100瓦，100瓦的话呢，那你就10个小时就是1度啊。那么我们日光灯比较长一点的那个40瓦，在25小时就是1度啊。那我们念书那个10瓦特啊，可以念100个小时啊，100个小时。所以我们用东西的时候啊，你要有这个概念啊，你要省电，你要有这种概念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马力，一
一个马力小时哈，一个 horsepower hour 就是一马力的机器连续做工一小时消耗的能量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算起来呢，大概是一马力小时啊，大概是 1.98×10^6个 foot pound 这个功 ，OK。好，那么第六章我们就到此。